为什么会找到我？我们一直在关注你的发展。一年前的事故，如果没有你主动将的责任，并且倾家荡产的换尽了所有的赔偿，我们的 N5 系列的生意就会受到损害。这货呢是我手下闯的，这责任应该我来承担。不是所有人都会像你一样正大光明地站出来。岳先生，我们对你的人品非常赞赏。谢谢。而且你和我们公司合作多年，对恩物的理解不小于我，你对中国市场的了解更深于我，所以由你出任大中国区的主管是非常合适的。我毕竟有过一次失败的经验，难道你们不怕我再给公司带来损失吗？人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。说得好啊，感谢贵公司呢对我的信任。公司对我开出的条件十分的诱人，不过请给我点时间，我需要考虑一下。真的吗？这机会多棒啊，你干嘛不答应他？大中国区的办公地点会在香港。这么说你要去香港上班了？是啊，可能会在东南亚一带吧，大部分时间可能会在飞机上度过。会陪我睡觉去。那我和儿子就看不见你了。所以我才不想接呢。可是我觉得你不是一个能长期屈于人下的人，而且在老乔的公司里也实在是太委屈你了，这样的机会以后不一定会再有了。你告诉我，有什么会比你和我儿子更重要的？我和儿子是不是拖累你了？我喜欢这种拖累，我幸福。哎，你说他奶奶平时嘴那么厉害啊，可是这心地还挺善良。你说那天啊，他怕馆长伤心，哎，他拉着他的手，哎，你猜怎么着？这馆长一上台，哎，精神头就是不一样。没想到他还挺会关心人的，你说哈？哎呦，亲家，你没出去溜溜去啊？没有。他老了，你刚才说他奶奶拉着文化馆馆长的手干什么呢？哎，那没干什么。哎，你别误会，真没干什么。我不是误会不误会啊，这你都回来了，你们那个演出结束了吧？结束了。那他怎么还没回来啊？他收拾东西呢。我回来的时候他收拾东西呢。你看这时候也确实不早了，要不这样，咱俩去迎迎他去，好吧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等等，他是不是跟那文化馆馆长收拾东西呢？哼，我迎他，我迎他个屁！亲家，亲家，哎，我说，哎呦，他怎么这么大脾气呢？不是你这人啊，你说话你就是，你没看这两口子这两天正不对付呢？以后在家说话留神。我在自己家，我还不能说话。你行了，别弄这个了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咱俩去看看。你两口别一会儿再打起来。没来呀、啊？他，你都跟他爷爷说什么了？哎，我跟他爷爷可什么都没说，我跟我们家老头子在聊天，就说这个馆长挺可怜的，说你在安慰他，就这么两句话。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呀？你这不是背后上眼药吗？你这不是？哎，你可别误会，我们在我们房子里说话，对，谁知道你老头怎么听见的呀？背后嚼舌头根子，缺德不缺德呀？哎，亲家，你干嘛去啊？我找我们老头去。我跟你说啊，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你们没完。你说你这怎么咱这简直就是多。哟，哎，赶紧。什么？爷爷要离婚，他疯了啊！行，我知道了，我下完班马上回来。
真的跟他没事。行了行了，吃点醋得了啊，别往心里去。少跟我这耍假招子，你找他过去吧。你说你这人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？人家老伴儿死了，我就是去劝劝他。你就是劝劝，那你就劝吧。你摸人家这手干什么呀？你们俩天天在一块跳舞啊，那手还没摸够啊？行了，你，哼，我劝劝他，我摸他手，我怎么了？我摸他手，你说这死老头子，你也得越来越不讲理了，你啊！哎，你们说话越来越不像话了啊！冷静冷静，冷静冷静啊！那文化馆馆长有文化，文化馆馆长讲道理，你找他去，咱俩离婚。你麻利痛快的找他过去，你就离，你当我稀罕你呢？哼！哎，你们就是不能离呀、啊，要离了就得怨我了。亲家，我向你保证，他跟那馆长绝对是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就是摸了摸手。离！我现在就拿户口本去。嘿。别什么事儿一着急啊，就给上升到离婚的高度，是吧？别那样。哎呦，亲家，你是不知道啊，嗯，这一辈子我就是受他的欺压呀。是，在这家里我没有说话的份儿啊，什么都是他做主啊。他让我往东，我就不能往西呀。不能不能。哎，咱们打交道几十年了吧？啊，你们还不了解他？知道知道。他这嘴里就说不出一句好话呀！是是是，就说和你们两口子打架的事儿吧，那都是他撺掇的我呀！是是，他要是恨上谁呀，能往死里整你啊！是是，不是不是不是，那是我占理儿，你知道吗？亲家，亲家，是啊，是我这人说话嘴是厉害，可是我这心呢？心是豆腐做的，您知道吗？谁像他呀？这一肚子的坏水，哎哎，就念报纸那事儿啊，就念报纸那指桑骂槐的，那都是他在背后出的主意。行，揭老底儿是不是？那咱们就当着亲家的面，把那些事情仔仔细细的说道说道。说说说说呀，就说。上回拿脏水泼你们那事儿吧，就是他让我泼他姥姥不泼你。你说什么？让我泼你不泼他姥爷。哎，凭什么泼我不泼你呀？他是，哎呦，你就挑吧你。这事儿再说，咱俩都该离婚了，咱不说了。不是，哎，搞了。我什么时候说这话？我什么时候说这话？爷爷奶奶，就是我爷爷奶奶，真的。啊，这是、啊、我跟你说，离啊，谁不离谁是孙子。哎，奶奶，谁要不离谁是孙子。哎，他干嘛泼我不泼你啊？哎呦，你就别跟着添乱了。来来，我跟你说，我也要跟你离。哎哎哎，你看你捣什么乱呢？这是真要离婚？真跟他离。闹了啊！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有什么事儿回家说说不就完了吗？是我闹吗？那是他，不依不饶的。哎，是是是是是是妈，是我爸的不对。行了吧，我回去好好说说他。你消消气，长吗？不去了啊！爷爷，咱们回家吧。您说哪有您这岁数还去离婚的呀？这不让人笑话吗？是是就是，孩子说的对。我跟你说，你要真离了婚，这事还得赖我。你说我这心里得多难受。亲家，别这么说，这件事儿跟您没关系。不是，我低个头就过去了，就是、干嘛呀？你看他走的这快劲儿的啊，他什么态度啊？我跟他低头，哼，呸！你听听，这能赖我吗？这个，我跟你说，我就到那儿哈，我到那儿进去，我就跟他办离婚。算了算了。他是巴不得跟我离，你看看他，他没这意思。亲家，你们谁都别拦着我，离。爷爷，离。走啊，你有胆量往前走啊！哼，
敢离了吧？你不敢离，以后你老实点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在家里别跟我唧唧歪歪的，我那不教训教训你，你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。滚！哎呦，爸！爷爷！爸！爷爷！老头子，老头子，你醒醒，你可别吓唬我啊！老头子，咱回家吧，啊，咱回家，咱不闹了，行不行？赶紧的扶起来！哎哎哎哎，都上手，都上手！哎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老头子，老头子，你睁开眼睛，你醒醒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我，老头子，你别这样吓唬我！你这娘给我三长两短，我可怎么办呢？这一辈子呀，打打闹闹，可是你知道，我是刀子嘴豆腐心，我的心是豆腐做的，你不知道吗？你还跟我生这气干什么呀？妈，自打结婚了，你就是天，我就是地，我从来都没跟你有过二心，老头子。你就从来没跟我说过掏心窝子。你现在你别吓我，你能睁开眼睛吗？看看我，你别吓我，以后再也不给你使性子了，我也不打你不骂你了，行吗？咱们不打架。行了，那是什么？干活累活都是我自己干，不让你干，你就是咱家的活祖宗还不行吗？行了。他奶奶，您这样不行啊！我给他扎一针就好了。扎一针吧，扎吧。扎了。嗯，扎。哎呦！醒了！醒了！我这是在哪儿啊？行了，爷爷，您就别装了，奶奶都给您道歉了，讲究什么？你哎呦！你说你装什么呀？你吓死我了！你又吓唬我！你真打我呀？你刚说完了，你这会儿就忘了？你说话算不算数啊？你也不能这么吓唬我呀！你这都在这儿，那你还跳舞不跳舞了？还说你两句，还离婚？你离婚不离婚了？说离婚呢？你再说离婚，我就生气，生气还不行？给我沏点水喝吧。德行。你最近学习怎么样啊？忙吗？那你要答应阿姨好好念书，好不好？给谁打电话呢？哎，你爸来了，你跟他聊吧。小青。哎，儿子，哼，你个臭小子，你行啊？你怎么会知道这电话号码的？是雨衣打给我的。哎，你们都聊些什么呀？聊你呗。我发现雨衣跟我妈是两个极端。我妈除了你什么都聊，雨衣什么都不聊，就聊你。臭小子。别对长辈那个说三道四的啊！啊，好吧，不说了，我该去告别 party 了，先挂了。哎哎，等等，什么告别 party 啊？啊，这还不是要快放假了，去欧洲旅游。我怎么没听你说过？啊？我跟雨姨说了。哎，有钱吗？怎么去啊？跟谁去？这路线安全吗？哎呀，老爸，你怎么比我妈还啰嗦呀？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你就放心吧。啊，该来不及了，先挂了，拜拜。哎，喂，哎，他给我挂了。哎呀，呵呵，哎呀，这孩子长大了，越来越不好管了。他是跟他几个同学去，你就放心吧。嗯，
这小子比我有心眼多了。哼！哎呀，行了，快回去吧，你们。哎呀，慢点，慢点，没事，我拿两个吧，帮你们。不用，不用啊！哎呦，慢点，慢点，你看，哎呦，亲家，我跟你说。你们回去吧，你说都是一家人了，还这么客气干什么呀？哎呀，那哪行，我得盯着你上了车，要不然我们也不放心，你说是不是？哎呦，亲家，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好像我们赖这儿不走了。没有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看，你干嘛？我是那意思吗？我是说你们拿东西太多，怕你们挤公交车不方便。就是，哎，要不等九童的车来了，你们坐他的车走吧。哎。要不打个的，东西太多了。还是打个车吧，要不？哦，不用不用，这点东西算不了什么。打的多贵呀，那打个的得十好几块，得买多少瓶酱油啊？哎，不行，赶紧走吧走吧，咱们走吧。哎，再见再见，到家来个电话。哎，谢谢了，麻烦了啊。哎，不送了。哎，酱油挺沉的，你说。哎呦，这是何必呀？哎呦，真是。哎呦，我说老伴儿，他们可是走喽，再不走啊，哼，别说咱们家的冰箱被他洗劫了多少回，就是咱们家也会让他们呀变成这个垃圾收购站了。我跟你说，什么垃圾呀？要不是我拦着呀，他们都得带走。嗯，来的时候啊，带来的都是破烂，走的时候啊，把咱们家新的都拿走了。真服了他们，就连几瓶过期的酱油都舍不得扔。你说他们活得累不累呀？真是。哟，这是什么呀？来。哎，钱。哎，落下的。不会呀，这奶奶忘什么？她也不会忘了钱呀。那什么？亲家，给您添了不少的麻烦，一点意思，请笑纳。这回咱们俩是小人之心吗？快点！刚才广播都说飞机落地了。哎，这可是国际航班区啊，难道你的同学是从国外回来的？对啊，就是从国外回来的。什么同学啊？神神秘秘的。你自己看。老爸，记得上学时经常去的地方吗？这个城市依然那么美丽，我却要走了，把我忘记吧。于是，喂，方医生，你疯了？发这么生日信息干什么？你仔细看看，那是谭平发给我的信息，我转发给你的。萍姐发给你的？他什么意思啊？你也看出来了，打电话他也不接，我已经准备上车了。短时间内我还回不去，我担心他会有事。那我马上赶过去。哎，他说的地方在哪儿啊？医院顶楼。我就在附近，我马上赶过去啊！拜拜。Thank you.
什么都没有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我只想一了百了。萍姐，萍姐，萍姐，你千万别，你先听我说，你先等等，你先听我说。我跟你说，人这一辈子都有很多很多困难，很多很多坎坷，只要我们面对，只要我们坚强的面对，一切都会好的。你相信我，你相信我呀，萍姐。我现在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。你不就是爸爸没了吗？你不就是感情受了点挫折吗？我父母都没了，我感情也受过挫折，可是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只要你去面对，只要你乐观的坚强的去面对，一切都会好的。真的，你相信我好吗？萍姐，你相信我。小鹿，医生是不会原谅我的。他已经原谅你了，他真的已经原谅你了，他还帮你申请了出国留学的名额，他还让他爸好好照顾你，他想让你重新开始，你知道吗？他想让你重新开始。你听我说，你别过来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冷静一下，你别过来，萍姐，萍姐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，让我死了算了？你吓死我了！干什么？爸爸那样，这都过去了，别怕，没事啊。听九童跟永平这么一说呀，哎，我还真觉得咱们应该为小鹿这孩子做点什么，是吧？嗯，您看啊，小鹿这孩子呢，人家为了维持这一大家子这么多年了，哎，这您心里最清楚，最苦的是谁呀？是人家小鹿，是吧？是是是，哎呦，他老爷啊，你比我们两口子有文化。别这么说，您有什么主意您就说出来，咱们又都不是外人，是吧，他老爷？没人。那我可就说了。您说啊，正好呢，他姥姥也在这儿。哎，有当年啊，他们父母那档子事儿，这俩孩子啊，现在还真的就不好，就这么就结合了。是。首先呢，咱得说人家孩子是不是那种混蛋孩子。嗯，你要碰上那个混不讲理的，人俩人就愣结婚了，咱们做老家的有什么辙呀？您说是吧？是是是。我们小鹿打小就懂事儿，打小就知道替别人想。厚道厚道。你的意思是咱帮孩子们？帮他们结婚。帮他们结婚。你听听，这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。哎，我说他奶奶，你干什么这么阴阳怪气儿的？我可在外面盯你半天了。哎，这不是商量事儿呢吗？干嘛说这？是是是是，我
怎么了？我哎，我怎么阴阳怪气？你盯着我干什么呀？我就说他有文化，有文化怎么这有什么错啊？好好好好好，有文化也不用哎，你真是就是有不是文化，我跟你说哈，有文化用你说呀？哎，咱不说了，不说了，说你是真是哎，咱们这不是商量事儿吗？咱们得有点凝聚力呀，您说是不是？是是是，哎，听见没有？把皮给我拿上来。哎呦，您少说两句吧。哎，你说你这人怎么能胳膊肘往外拐呢？现在正商量怎么帮孩子结婚的事儿呢，你怎么一点人事儿都不懂啊？坐下。还没有家法了，人家一句话就停了，你这三句话都打不住点儿。哟哟哟！你还委屈了你？你哭哭！你上外头哭去。太爷爷，您这是干嘛呀？您看我在家老这么训。您呐，不是，哎，您刚才说什么？怎么帮孩子结婚啊？对对对，哎，你听见没？帮孩子结婚，这哎，我是打算这样啊。小玉，什么急事儿啊？不是我找你，是他们找你。哎，亲家好，亲家好，这挺好吃的，奶奶。那什么，小鹿啊，嗯，你8月8号怎么安排的？8月8号啊，那么老远呢，谁知道啊？你想想。嗯。想想。呀，那天好像有我一个同学过生日，啊，不对，好像是结婚。哎呀，不提醒我都忘了，我得去查查去。说让你问问吧，差点蠢吧。哎呀，真是不查不知道。我那天有三个朋友结婚呢，也不知道什么好日子，这下惨了，我一个月奖金都没了，得包仨红包。那么些人结婚，那一定是个好日子呀。喂，何苑。医生啊，8月8号这一天你有事儿吗？8月8号，我是这样，到时候呢，咱们院里啊要开一个表彰大会，要求盛装出席，我们大家呢都殷切的盼望你能回来参加，好吗？哦，这样啊，我尽力吧。何院，我那天送个人去机场，不知道能不能赶到。你要去送谁啊？送赵丹明出国，原来我们在国外的时候就一起是同学搞研究。我现在先把他送到我爸那块儿当助手。哦，那你看吧，尽量吧，好吗？到时候我们再联系啊。谢谢何院啊。哎，拜拜。不是，什么情况？哎，还是改日子吧，这两个宝贝儿呢都没有时间。不是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定金都交了，场租费也交了，摄影师也请好了。你说这，那你怨谁啊？你说怎么办吧？办婚礼这种事儿嘛，弄人家新郎新娘啊都蒙在鼓里，像这种幼稚、单纯、小儿科的问题，也就你们家能想得出来。切，何永平同志，据可靠消息，像这种幼稚、单纯、小儿科的问题，恰恰是出自一个最有知识、最有文化的人之口。我爸。啊。哎呀。我真去不了，为什么非让我去啊？因为主要是总结你回来这段时间发生的问题。你说批判会 IP 的人不去，还怎么开呢 ？IP
VIP， 我？是啊，所以你要好好想想，是三个婚礼重要还是 IP 重要啊 ？IP 重要吧。这就对了，8月8号，等着我通知 IP 地址。哎，那个我又没有犯什么错误，挨什么批啊？阿姨，哟，萍姐，一个人要注意身体健康啊。哎，对了，那个机票带了没有啊？检查检查。带了。那个身份证、护照呢？哎呀，都带了，放心吧。你以为谁都像你似的没心没肺、丢三落四的呀？本来就是嘛，我以前每次出门，我爷爷奶奶都是这么问我的。方医生，你不就是喜欢小鹿的没心没肺吗？萍姐，你怎么跟他一起损我呀？我说的可是真心话呀。我现在才知道你当时所有的好。小鹿，你是我见过最最最善良的女孩，我真心的祝福你们两个。谢谢萍姐。哎，医生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们家小鹿啊？别到时候等我明年回来的时候你们俩还没有结婚啊。这个问题嘛，你得问孟小鹿同志。我知道当年的伤是你们两个过不去的一道坎儿，可不管怎么说总得有个结果吧。来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这步棋可真险啊！自从我知道消息到现在，我就没睡个安稳觉。咦，要不再催催他们？我刚催过了，他在机场等着我。行，再等会儿。快来不及了。哎呀，我说你今天怎么穿的那么板呢？我还以为你专门是为了送谭萍姐，没想到你是为了参加表彰大会。不像我还要去开批判大会，啊？批判大会？批判谁啊？我呀。听怎么小鹿？对不起吗？快去吧。注意安全啊！哎呦，你说这都几点了？跟他们联络了吗？这什么时候开始啊？亲家，你别着急啊，甭着急，甭着急啊，大热天的。你联系怎么样啊？我跟方一山刚联系完，他是在来的路上。啊，那你别急了，没关系的，联系上。我刚给小鹿打完电话，这孩子呀在路上呢。啊，在路上。啊，合着他们俩人没在一辆车上啊？哦，对了，你怎么打的呀？你说你是在这儿？没有，我只不过是关心一下孩子。哎，那他认识这儿吗？哎呀，行了，你说这事，你这急人不急人呢？你说这，别操这心，咱们呀。先招呼一下现在来了的客人，好不好？咱不能把客人晾在这儿啊！对对对！哎呦，你说这车连影都没有，这不打电话？行，我们先照顾客人。好了，你们在这儿啊，好了，你们看着。你让老先忙着。哎，你说这急人不急人呢？师傅，麻烦你开快点吧，我来不及了，我赶时间啊。好了，儿子，别哭了。你看这孩子哭的。知道你累了。这位先生，婚礼什么时候开始？这人应该没到齐吧？等人到齐的话，我告诉你吧。好。哎，我不去了。哎，给谁打电话呢？给小鹿打一个，我催催他。你不能打，你这时候打不就露馅了吗？哎，你看看，哎，小朋友来了。哎，走。要完？怎么呢？你说他们再不来，这么多客人，咱们怎么交代呀？爸妈，你说说，你说这结婚办婚礼，这是人生大事，哪能像你们四个人呢？啊，一关门在屋里一商量，成过家家了，变成儿戏了吗？不是，哎，永平你也别着急，您们四老呢也别急，我有办法把这个婚礼接着进行下去，银子他不让白花。说呀，
你看现在是钱也花了，人也请了，票也卖了，就是唱戏的没来。可是现在我们俩在这儿，我们俩可以救场啊！啊，你这是？阿喂，喂，在哪儿啊？哎，怎么是你？怎么是你啊？不是批判大会吗？你不是表彰大会吗？小鹿，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别问那么多了，走走走，别问了，到那就知道了。赶紧走啊！去哪儿啊？这是？真幸福，亲我一下。我们上当了。孟小璐和方立山的大喜的日子，下面请两位新人上台为大家献歌一首，好不好？请我所有的亲人上台跟我一起唱这首歌，分享我的幸福，好吗？好。爷爷奶奶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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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姨，姐姐姐夫快来呀！说没有爱，整天不回家。